是全国的这些著名的画家龙王庙展览的展览图，那是这一幅作品，全本书上就我一个是剪纸的，我帮他刻出了龙王庙，刻了一个龙，这个龙叫做是，而且还在上面写了一次打油诗，2012新春照，华夏龙舞龙王庙，三镇喜庆传捷报，中部崛起看今朝。余年的剪纸生涯中，我剪出了3万件作品，所以我现在想把这个剪纸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传承下去。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还想出一本剪纸专辑，以这个龙跟莲花为题材，360幅作品，